两个小瓶盖啊，移动吧，里边放点土，要不然扔不起来什么的。肉松鸡66，666。给大家分享一下弹弓的甩手啊，弹弓的甩手可以提高初速，增加威力啊。我们把弹弓原来是推平，现在不需要推平，我们往后背一点手，瞄点不变，我们推正的一瞬间松手，而并不是说先松手再去甩，而是先甩后松手，学会了吗？弹弓射箭打旺仔。